九九九江岸挂个鸭绿江，包河边回祖国就是保家乡。中国儿女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呢怕不要命的。谁都明白，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？不知道。我们迈的步啊，很沉重。敌人的飞机是能换的装，在船上有毒炸弹，有毒燃烧弹，什么艰苦，什么死不死，我也得往上攻。子弹了要穿进你皮肤，穿进从皮肤里穿出来了以后，它再啪打开炸开，在里边炸的，那都是捏的手，捏了我们的手啊！哎呀，这牙齿咬咬痛死了，痛死了！他有的时候还安慰我们呢，不要紧的。我熬一熬就这样，就发现这个有一处断线，怪的很多也吃个汤才这么远，我一看怎么办呢，就是我们电话线没有两个，多走两个有钢筋有阵地，反正我就昏了，迷迷糊糊的疼啊，那没有什么，不用说自己牺牲也值了，我没准备活，我们大家都准备死的。我给黄继光向我台阶给他不到五十米啊，黄继光爬起来以后是咋个说吧，把那个手扶的往里一拖，在打仗以前都写封家信，你什么地方人，你爹妈叫什么名，这目的就是你死了以后呢好找你的名，叫我了那信上写的这血，那都看不见什么模样了。